大家好，我是威听。首先恭喜宋硕云奋战三局逆转胜坎特米尔晋级十六强。首局开局，坎特米尔又领先打了一波，是1-7进入半场。半场后，坎特米尔持续保持领先优势，以21-18拿下首局。第二局开局，宋硕云直接打了一波，是1-4进入半场。半场后，宋硕云接着打了一波10-4，也是1-8扳回一局。第三局开局，宋硕云再次打了一波，是1-4进入半场。半场后，宋硕云更是接着打了一波10-6，也是1-10拿下比赛。